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虎扑骑射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一款，它的名字叫做小魔啊，是一个牛皮纸盒的包装，这里是一个线稿。那么翻到另外一侧的话呢，它会多了三个字“鲨鱼怪”啊，其实你照这个 Shock Monster 也是鲨鱼怪的意思。那么它是一个缩小版的 KO， 那么它使用了官方 SS86 号里头的鲨鱼精下去做的。 那它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，那最主要是尺寸上的一个区别了啊，各位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大小尺寸绝对是，妈妈带小孩的一个感觉。那么甚至你买这一套的话呢，也可以当成是，虽然说他们标榜说啊、其中这个是队长，他的一个涂装跟人家不一样啊，有一些点缀。 另外两个啊是没有啊，当然我也可以认为说啊，你是为了省涂料啊，所以说哎，你涂满了你是队长，没涂满了就是杂鱼。那么它的一个涂装的话呢，则是跟正版是比较接近。然后你也可以当成说呢啊，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队长啊，这其实三个还是杂鱼。那它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呢啊，其实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它的价格，我台湾的网拍上面查了一下。 啊，这三个一组台币是880块钱，也就是说呢，它比一个官方这个正版的一个原价899块钱呢还要再便宜，所以说你可以用低于一个 Deluxe 等级的价格呢买到三个缩小的一个版本。那么至于它啊，除了价格的优势之外，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强处呢？它这个缩小比例嘛，那缩小比例的话呢，我们就拿出一个，这是86的一个 cup， 那可能。 你可能这样觉得还没什么 ，cup 跟这个比例可能还有一点大，因为鲨鱼怪，好像本来就也不是很小吃啊。但是如果你拿出这个，我们拿这个钢索好了啊。如果你拿出86的这个 Grimlock 的话呢，我们还是让钢索的话呢，就是，哎，让它进到镜头里头来好了啊。如果你把它跟这几个家伙摆在一起的话呢，哎，那个。 是不是感觉魄力就不一样了啊？所以说这三个家伙呢，如果你搭上钢索或是机械恐龙，啊，比较大一号的人物的话呢，可能这个比例会更加的合适。当然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完全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家伙的部下，也都是完全可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三个家伙呢，它具体一些小细节吧啊。那它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它的关节都非常的紧实，特别是手腕这个地方。那这三个的话呢，我都给它上了一些细油了，但是还是感觉是啊，或者叫硅油啊，还是非常的紧。包括手肘这个地方啊，我都已经上了，但还是转动起来还是比较偏紧的手感。然后在正版 Deluxe 等级的话呢，这个尾巴呢是整个松的，但这一款的话呢是完全紧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那么它的一个尾部的一个关节的话呢，可以看一下它原本的。 是这样的，我还是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我是有上一些这个胶水啊，加强它的一个厚度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不需要。然后尾部的偷胶的话呢，其实它这个里头也是有凹进去了啊，但是没有像正版的这么夸张。再来只是枪的部分啊，正版的一个枪是完全是有一个完整造型的，这个是有一些小空洞造成。然后组合的一个部分也不太一样啊，这个你看官方的话它是一个洞啊。 然后是枪是凸扣进去，但是我们这一款小魔的话，则是反过来了啊，变成凸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洞在这边，所以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个小的是公的嘛，然后这个大的就是母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我这是有自然界依据的，你去看自然界很多生物都是母的生物体型比较大嘛，因为它们要繁衍下一代。 啊，需要比较好的营养。那么显然，在宇宙生物中呢，也是有一样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关节的话啊，就整个啊，不只是尾巴了，反正整个就是偏紧的手感。那背上这个鳍啊，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啊，这一点倒是没有省略。再来这个头啊，人物的头啊，你变形的时候可以转上面啊，当然你也可以不转动啊。我记得我有一个是故意没有转啊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两个都朝上啊，那你就一定就是朝下的那个咯。 啊，是的啊，看你这个嘴巴，你想要怎么？嘴巴里头的人头，你想要怎么放？那确实，这个缩小之后呢，你实际上去对比一下啊，似乎好像其实细节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增加啦，但是因为体型缩小，所以你反而觉得它扎实了很多。那么涂装也还算过得去，但是水口的部分就比较糟糕了啊，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？ 但是这个价格，我想摆在那边，我想也没有什么，真的也，我想也没有什么特别去挑剔的了啊。然后变形的话，我们给各位示范一下，我们拿这个队长来做个示范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款玩具它是有一个毛病的，我第一个毛病就是在这里就暴露出来了。这个地方把它打开之后呢，这个部件往上掀起来，然后往上掀起来的时候呢，跟各位要说一下这里了啊，这个地方把它打开啊，这里啊，这两个洞啊。 请无论如何呢，拿到之后呢，还是进行一个扩孔啊。如果你不把它挖大一点，不扩孔的话呢，这个地方要扣下去呢，几乎是扣不起来啊。你这样子呢，你不论你再怎么大力金刚指啊，你再怎么样去按呢、啊，我个人认为吧，我个人认为的话，还是相当的难度，是扣不进去的啊。如果你不扩孔的话呢，就请你大声的、自信的说，就我的玩意儿太大了，但是不扩孔我是插不进去的啊。 算了吧，你只是小比例而已啊，不要痴人说梦了啊！这个反正就在这个地方扣下去啊，对，为什么扣不进去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下面这两个洞没有扣上去，给各位做个示范好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言而总之呢，这个扩孔的这个动作是绝对是有必要的啦，有必要的。这样子两个把它压上去，这个地方再压上来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才能够。 达到一个密合的一个状态啊，一定要做的。然后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好了，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正版好了，正版的这个两个，你看它的这两个孔洞这么小，对不对？这么小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小怪的话呢，你看这个孔的比例就是不对啊，不是不对啊，就是说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它这个没有这个困扰。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洞显然还是太小啊。 请各位就做一个扩孔的动作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掀开之后呢，这个腿的话呢，这里有个组合卡扣，把它给松开来，把这个脚给翻出来啊。那么对了啊，因为我们那个也是正版的话，我们已经做过一个人变成鲨鱼，所以这一期我们就鲨鱼把它变成人。这个地方解开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翻转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形，把它整个做一个翻转。那我刚卡到什么？这个手去卡到了，我们手把它往上推上来，来这个地方做一个反转之后。 这个脚呢，就顺利可以把它给放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尾巴，我们要把它拔起来。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往下压下去，到这边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头的话呢，就顺势的往后面放下去，就往后面怼过来。这个地方里面的话呢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这个下巴就放下来，头的话呢给转正。 然后手臂的话呢，内部这个地方翻出来啊，这个地方翻出来也是很紧啊，很紧。整体来说，这个人物除了球冠的部分以外都很紧，包括二头肌这个地方也都是偏紧的手感。手，鲨鱼的手，就把它背到后面去。然后我记得这个正版的话，好像这个地方要把它给反转啊，就这样过来。然后这个脚的话呢，就把它给往下。 放下来，然后这个头的话呢，把它往上翻一些些啊，这个地方可以再按下来一点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小怪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那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偏紧的手感。那我必须，但是这个手感偏紧总是好过它松的一批来的好了啊。然后有一些小水口啊的部分没有，你看像这个地方也是有啊。 但是我认为以这个价位来说，就也不要计较那么多。它真的就是以一个，正版的价格去买到三个小比例，而且，还是一句话，你看这些东西在缩小之后，看上去好像反而人物的造型是不是好像更加的扎实了一些，更加的扎实了一些。我们再把这个 cup 把它放在一起。 做个啊，对了，这里没变好啊。这个往后摔一跤的话，提醒了我啊，这个脚后跟没翻出来，这个不太好翻哦，因为它还是一个偏紧的手感啊。这个你看我这样子抠啊，抠，你看它的一个阻力还是都比较大的。好，那各位应该也就明白了，这款玩具就是说啊，第一，这个地方请记得扩孔；第二，关节都偏紧。 那么细节的话呢，没有增加，但是由于体型变小的关系，就感觉造型更加的扎实一些些。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赖的，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